全世界的电商平台，又到了年终大促的时刻。如何找到了最划算的最心仪的好东西，是每次一到促销季女孩子都会面对的问题。毕竟打折的大部分都是即将过时的当季款，就算是只花几千块的小钱就可以买得大牌，谁也不想囤了一大堆只能压箱底的过时货。还好全球专业流行趋势预测分析平台 WGSN 提早公布了2020年的最佳流行色彩 Neo Mint， 有别于前几季流行的粉色调，一种更为清新简洁与纯粹的金薄荷绿色彩。不过虽然叫做 Neo Mint， 囡囡觉得 Neo Mint 其实是更接近于牛油果的一种绿色，相比较深沉的墨绿和浅绿，Neo Mint 是一种氧气感十足的清透色彩，有着清新又自然的调性，有种被净化的奇妙感受。刚结束的早春度假秀里，很多品牌的秀场里都能看到 Neo Mint 色的身影。早春度假秀里的秀场里还出现了很多 Neo Mint 色的包袋，不仅给人充满近未来科技感的氛围，还有一种淡淡的复古感。作为中性色的 Neo Mint 色，即使男生穿也毫无问题。随着越来越多秀场和人们具性别化的感念加深，近些年时尚圈对于有中性吸引力色调的追求，在 Neo Mint 色上也得到了体现。甚至刚刚结束的戛纳红毯上，也出现了很多 Neo Mint 色的礼服。在服饰、室内装潢、生活产品等都能见着他的身影。由建筑师 CLR Rudio Villarinho 设计的一所大学的研究所，通体的 Neo Mint 色极具科幻感。至于大家最关心的搭配问题，与 Neo Mint 色最搭没有之一，而且不易出错的颜色就是白色了，显出简约的清新感。如果对薄荷绿的配色发愁，这个简单的组合安全系数颇高。Neo Mint 色也非常适合与传统的绿色搭配起来服用，但切记组合在一起的效果是柔和的、宁静的、清爽的、平衡的。Neo Mint 色搭配黑色也是不错的选择，让黑色以点缀色的出现，让整体造型在清新之余带有酷帅属性。Mary Ann 花卉印花双皱迷你连衣裙$189，Karen 双排扣缎布西装外套$282，据 UDE Jamie Loon 仿鳄鱼纹皮革单肩包$852， Carino 80帆布坡跟马底鞋$122。明星们早早的就穿上了 Neo Mint 色，这清新纯粹的样子你难道不动心？撰文宋囡囡。